我以为是这一台，结果是这一台，修开了，软趴趴的。等一下，虚空能量，好，我去这边，应该是往这边开门。没有。我记得这个图哈，第一个介绍我的，介绍我的是正宇。他说：“阿曼，如果你地图不大好的话，你可以先用看这个图。”介绍我用这个图哎、欸，他说房门很好守，你不是守左边就守右边，两边选一边，太容易了。他哪里来的？哪里来的容易？还有人从那边吗？我从那边开。哦，有机会哦。有机会哦。想办法找钩子就对了。钩子好像在里面。嗯。玩出去！嘿，嘿，在这里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曾经失败过很多次。啊哈哈！谁要出去？还有谁没出去？临界移动，黑妹。哦，不是黑妹，敏敏。明明好，选选，来来来，有，我觉得三万分蛮好，蛮好赚的，爽赚，爽赚，嗯，我把分数点起来。接下去这是什么 ？OK， 好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十二个街有什么东西可以领取？还有75天，所以。没有问题，我相信可以。裤子，裤子，好，可以，来吧。好，退掉。好，我先在这边问一下，有谁要跟阿妈玩 Overwatch？除了赖瑞以外，还有谁吗？我先安排一下。